嗯，亨泰事件，好。陈斌，是大神兵，你可跑不出来。天呐，我卖太便宜了吗？天呐，我在干嘛啊？Oh my god！我干嘛卖这么便宜啊？不对啊，他都是用纸巾在卖的耶。任务是故意的吧？而且他还推荐我们呢、欸。我今天可能讲神兵啊，可能讲，该不要讲拍卖行？唉